哇，凯芬，这里是两进厅，先碰到了一万，一进厅。对，现在进到已经就是14条或58桶的一进厅。啊，他刚刚自己摸了一个8条进来，进牌非常顺。会中这边也是还要一个，一进，两进。两进。来一个一条，有没有？真的吗？还是五饼八饼？一五、哦、饼一饼，啊，先跑20000，那让我们的庄家庄家钟汉能够变，现在变一成是进一进厅。厅。啊，那浩然50000，我靠到对了以后，就不知道会，如果是我可能会先打的是猜一二筒。那这边浩然感觉是想要用8万来钓5万，哦，听牌，庄家听牌四七饼，哇，这47饼非常的漂亮，对，率先听牌，因为海底都不见，那大家啊，七饼是没有了啦，但是啊，结果看起来很漂亮，就4饼剩一张绝张。所以七饼没有了，然后四饼剩下一张绝张。但是这时候如果自摸的话，就是大家最就是呕的时绝候了。张自摸了，哇！我们的安茂哥给小帮手一点建议，那我们都会采纳。感谢安茂哥提出这样子的建这议。个好，那我们会中是先一打了进厅，4条，平常我这个时候我会去打5条，因为反正打了5条还是保留近3条的这个，也许大家觉得4条可能比较危险，赶快是。打一打，或者是4条可以掉一条。是，哦，杠上，哇哇，塞，绝张杠上自摸这个真啊，的没朋友哇！真我们的。恭喜钟汉哇！今天四位另外3位玩家都非常有风度，刚刚是不是一自摸大家都拍手？